好的，欢迎回到飞行时间，继续我们的天外之旅。今天是有点晚了，这咱下午才开始，这几天有点睡眠不足。但今天是礼拜日，还得回家陪陪老人，吃个饭，说个话啥的，所以下午回来小躺一会儿，这就又5点了。好，继续我们昨天的流程。在君王星那儿的任务还挺多的。哎，另外想起来了，关于头盔的事儿，一直没顾上看。说是有朋友提醒，游戏里有设置的。游戏设定在这儿，在这儿。这两个都关了吧，可以吧？好，在谱号上，我们昨天回想一下昨天任务啊，在这个君王星做了一点。另外，咱自己的所谓合作伙伴太空犯罪统一体。算是合伙人，两条线儿，一个是这个地方君王星，另外一条就是咱的合伙人这帮亚光速的货，帮他们点小忙，擦擦屁股啥的，然后又来个黑吃黑，帮他们处理一下那个猪肉厂的事儿。然后今天我们继续。继续从手上的任务做起，激情的小药丸儿，来吧，从上往下吧，就是卡主线，卡主线的前提下，从上往下捋任务，这个虚空的武器够呛，激情小药丸儿应该问题不大。昨天是自直接存的档，没睡觉，如果睡了，最少也得睡4个小时，那还审他干嘛？多睡会儿吧，或者就多睡会儿吧，没关系。毕竟说实在，这个道具系统、消耗品系统，其实已经是蛮，往好听的说叫友好吧，很轻松的。这连辐射的那个，辐射4的那个最高要求，都比这要求要高啊。We'll be here, Captain. Or will we? 然后艾莉想，对对对，有机会把他这个烂盔甲真难看，给他换。哈哈。由于队友在我们这个难度下没有任何的实战价值，可以说是零。有朋友说你选成防御的可不可以？可以，但是有个问题，你选成防御的，面对一些敌人。他仍然会被秒，现在是只有你把它选成消极的，还是会被秒，但是概率是最低的。那你选一个防御，虽然是比进攻稍微强一点，但也是强一点的。他只要一开火，这个防御跟进攻就没什么太大的差异了。这等地图不用不用，先把这个激情的小药丸搞定，城里的任务。Velma seem out of sorts to you? She's always cranky. 另外，就像武器系统啊、战斗系统，说实在的，也有朋友有建议，这了那了，但实际上已经够用了。Hello, 当 dear 充分够用的 me. 时 I don't 候，believe I've seen you 这 before. 个武器和战斗 And 系统就没 between 有 two 太大的 nose, I'd remember 讨论价 like the 值。bedside manner, lady. Well, it's so rare. What can I do? And what a helpful young lady you are. Nothing like a little pill. Whiskey help. Please leave. Now. 对了，还有，Oh, her. 药物系 It's 统none 的of my 话，business, but I have told her Dr. Williams would bump up her monthly allotment if only she'd join MSI.
contribute like the rest of us. Now I've gone and said too much, and you. I'm afraid it'll be the better part of a month. Our dear, believe me, Dr. Williams managed the town's allotments from his terminal. Oh, you flatter an old woman. Me, I'm just here to be a pretty face for the customers. And to keep an extra key to the supply room for all the times Dr. Careless experimentation with med. But until then, it's lots of fun. Episodic pharmacological. In the town graveyard, I'm afraid. Poor man was always searching for the flower of enlightenment. On the way, he tried some. The graveyard's near the southern ruins. Do be careful. I'd. Hey. 原来已经死掉了。Jin. 好。专一的处理这个南边儿。哎。Hello again. Such a pity. 可以直接跟他要，看来是。不过呢，他既然已经把这个任务点在那边了，我们去一趟吧。毕竟我们玩这个游戏也不是为了刻意简化什么东西，能走的。剧情特别没有意义的东西我们省略一下，有点剧情的东西我们还是把它给上，像这个试药的医生，没事，问题不大。如果要跑的话，我就把它掐掉。这张图大，跑得不远就算了。300米以内没什么太大关系。一会儿就跑到了。即便是要绕这点怪也是。另外，野外这点怪不是说咱清场它就没了。它还是会刷的，所以咱清场的价值也没那么大。Here they come！ 如果说清完它就不刷了，那我们清就清，一次性的。恋爱圣地，你非要往上冲，那你就，哎，这是两只。现在我们是，只要干掉一只，回血又回来。来的多了也没关系。他哪儿呢？至于打法方面，基本上不掉血，我也是没什么心思改善我的打法，是有点笨，但敌人也笨，对不对？咱打法够用就好了。咱要是说想要装逼一点的话，咱下个周末再装逼，咱第一个周末不弄得那么复杂，先玩这些次要的东西。哎，有的朋友说你潜行大狙是不是厉害一点？首先，我怀疑这游戏现在有什么像样的狙没有。其次，反正我们现在一镰刀也搞定了，不是什么大事儿。
对不对？现在战斗方面我们差一点了。交互高亮显示范围，哦，这还得拿一点专场来换。现在我想加一点，对，移动的，有一个奔跑加速的，我现在跑图，这个纯粹就是为了跑图了。冲刺速度加20%，这个基本不是为了战斗，而是为了跑图用的。捷豹，既然已经跑到这边了，我们把那个上一期我们不是有地方断了吗？清了半天，死人了，死人了，就没辙了。这回我们，哎，哦，嗨，这个任务不是要去的，那回去拿到药就好了。不过那个任务还是得去做。那个房子的钥匙在哪儿，也是很困扰人的一件事。嗯，加了20%的跑动速度，所谓冲刺。Hello。哦，不是不是，威廉医生房间。黑客武术，建立新账户。像是偷窃这种，事情有朋友说了，就是影响不影响好感这个事情，其实对我们而言，至少对我而言，那个意义不大。影响好感也罢，不影响好感也罢，关键是个 RPG 游戏，我们是玩的传统的纯粹的 RPG， 是个角色扮演。Come to share a secret with Auntie Abigail。Come to share a secret with Auntie Abigail。所以就是说，纯粹是扮演的这个角色要不要偷。所以，我们的表现形式就是偶尔为之，一不小心点错了，拿就拿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道德压力。但如果专门去偷，就有点，对不对 ？Yeah, the charmer, all of the above。毕竟我们只不过是扮演的一个前工人而已。魔法的小药片。Exactly. That was fast. You be careful. The first one's free. After that, they'll offer you. Great. Where to? Oh, Hiram. I ain't checked in on that man in an age. He's running the giant. We'll be going south and west.Mostly along the road till we're past Fallbrook. Out there, there's a west. A few more of a spelunker. Rotting River will. That said, three's already a crowd. I don't mind waiting somewhere until you got a spot open. Hmm. 让帕尔瓦蒂回去吧。没什么跟他相关的剧情。Mighty big gun you got there. I'm looking forward.That's a pretty big gun for a hunter. 行了，反正这几个角色没有什么正常角色。后面这三个是队伍技能，点在他身上加在咱身上，这欺骗加10。对生物伤害。等等等等，
这个不是队伍伤，不是队伍技能，他对生物造成伤害，关我鸟事儿。降低你的嘛，这前面两个就是提升你的，这就对了。但第三个虽然是同一排的，但跟我没关系，跟我没关系就不点了。我还以为这排所有技能都是加在咱身上，不是就算了。而且这怎么组合都没用的，放心吧。只能说我们刻意打某些战斗的时候把他们放出来，而且还得憋着读盘，才能真正用到他这个所谓这点行为。现在就是从 I don't know what the game's like on Terra too, but out here, 纯粹的不让他们参战，不让他们动手参战，因为真的就是一下秒。What's left after you're done with them?遇上一轮骑射，或者特别是遇上那种大型怪物，这帮货几秒钟都撑不住，那实在是没法玩了，死就死了。好的，主线搁一边，这个星球上需要做的从上往下就这样了。清单上的大名，我们上回没完成的那个任务，现在我们去把它们完成。昨天我们是杀了那么多的怪，最后一个怪把我们队友干死了，而且瞬间干死了。哎，这样刚加入的妹子一上来就是队友任务了。Hey, got a favor to ask you. Figure while we're out here in the wilderness anyhow, we might stop in on an old friend of mine. Preferably before we get to Hiram's. It's on the way, don't worry. You don't seem the type to run off and get yourself killed. And I could use the help. I'll be up front with you. I hate asking for help. I hate it. Every time I give someone the opportunity to disappoint me, they seem to make it their most immediate goal.But this. 突然之间认真起来了。本来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个睡眼惺忪的瘾君子。突然之间。Really? Here I was steeling myself for inevitable rejection. I used to run with a band of hunters, friends, six of us. We were on Monarch when the corporations pulled out, and we helped a lot of people pick up the pieces. I haven't seen two of them in years.And the rest I know to be dead. I'd like to gather their effects and bury them all in the same places, like the family we once were. I saw it happen. Hell, one of them was in my arms at the time. His name was Hayes, and he's our first stop. I buried him a ways from our encampment. I'll show you where he rests. He had a medallion in his effects. That's what I'll bring home to bury. 一方面是个瘾君子。另一方面又是个多愁善感的，有人情味儿的好队友。A long time ago, we built an encampment in one of Monarch's cave systems. Trouble is, a mana queen showed up and kicked us all out. If we can find Rebecca and Anders, they'll know how to lure her out. Then we kill the bitch and bury everyone's medallions together. 其实我们已经干掉一只了。Oh yes, I can't wait. 好的，那他这个任务也在这个地方，优先级下一个。哦，我们从这个门出来了。上回咱在这个地方清了场，差不多是清场。最后的最后，队友被干了，相当不爽。这回我们稍微的，我看。咱打这种动物型的生物，动物型的生物，他也没提到底哪种强啊。
强袭伤害，流血。但肯定这种灼烧的效果有，我试试这个匕首，试一下啊。电击基因这个主要是强调的控制，灼烧算是个输出。但这个镰刀主要咱是用来被刺用的，另外我都点了一堆双手，所以那几个单手是不是的还好。我们再次清场这个地方，队友方面我看装备上，哎，承包商的头盔对生物伤害加20%，这个不错啊，难得有一个真正像样的技能加成。本来这款游戏大多数的装备技能都是那种比较大众脸的技能，非常的不怎么值得期待。这个加20的伤害，双手这一下没打多少。哎，我自己又把这个震撼给点了。没关系，震撼就震撼吧。这个震撼实际上，哎，生命值那还有分析，喜欢臭味儿，越臭越好。猎物中毒，一下374。I got another fight me。拿这个武器，绝对是潜行伤害打得高，1000多。但 DPS 就差点了，挥动的太慢，而且如果我们不蓄力，这么挥。他这么会，这么会打这种矮的扁矮型的敌人，挺麻烦的。说实在的，我得对着地才行。另外提一下，有朋友提到这震撼的事情，震荡，实际上他就减的6到8点，减就减了，没关系。毕竟影响的主要是，哎呀，还不影响我们双手近战。那这震荡对我们而言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对我们战斗没有影响，不减双手近战呢，和没事人一样清场，报我们之前一箭之仇。人呢？这儿有一只，悄悄的，只要我们能秒掉一个，其他的停住了，停住，我一出去就会被发现，等他转身都要跑。一直剩下的尴尬就是我们要打就是蓄力攻击，但蓄力攻击跟这个时间上不搭，使得整个东西节奏特别慢。现在我不是差蓝那个足够，我现在考虑是怎么省时间。你看这个蓄力，咱是蓄力攻击，花的时间还没砍中，太多了。基本上就是挺累的节奏。身强体壮，来者不拒，跟他们对刚没问题。
Let's show him. This time, let's try this sword.DPS 更高一些，那效果不好。DPS 高，死了一个，死了一根，吃一下血就上了。另外，我点了一堆双手，单手武器真的就只是试一下。DPS 还是这把高，单下是差点，即便是我没有点那些单手技能，但 DPS 明显这把高。其实这点罐了什么的，如果炸不出伤害来，价值真不大。Don't bother knocking on any doors. If anyone's inside, they're liable to respond with gunfire. 现在问题一，那个钥匙在哪？我们不可能用开锁器的，花的太多。全是远程啊！这个武器就差了。手点完，咱单手还是可以。好，这个地方我上回这就大意了，都清理完了。I'm going。就剩他一个的时候，队友被干了，破事弄。这就稍微拉扯一下。一个人把它解决掉就好了。来，过来 ，come o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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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给我感觉。打盲了，那打出了流血。Nice hit！ 打出来了，怂一怂，怂。不能让他们一块儿来，反正有人回头。对，回去你就。这个武器不用蓄力。单纯的平 A 就可以。谁在打？怎么就跑到后面了？还有两只。小笨蛋！哎呀！回路！要干嘛？要回个流血。接下来就平 A。
流血吗？他？我怎么没看他流血的感觉？行了，就剩他一个了。啊啊！好。那女王还有没有他厉害？觉得他应该比那之前我们打那女王厉害吧？看不到，看不到，悄悄的来，这么我悄悄的。Warning fire！ 灼烧了，点着了。下直接把血打没了，你的好了，哎呦！充了不少血，但体格健壮啊，他们两个又忘了控一手，但确实是被刺成功了，他没血，咱也没那么怂。哎，对了，这是个尸体。物业，靠！上回在这儿没打这个 boss， 进不去这个门，现在好办了。这样很顺利啊，两个事情，报了一箭之仇。那边是不是有个 bug？ 那是什么玩意儿？同时呢，钥匙也找到了。好，回到我们任务，看一下这是干嘛来着。可选清除建筑内所有终端的数据。哦，桑贾尔希望你能删除肯定是些见不得人的东西。来，我们看看有啥见不得人的，跟这个任务直接相关的终端机剧情我们稍带的看一看。一些零散的终端机就算了，因为它的颜色有点太讨厌了。管理评估，桑杰尔有向报告中填充大量数据的坏习惯，然后宣传广告标语不是他的强项，他的宣讲往往枯燥无味，缺乏感情共鸣和幽默元素，所以等等等等，咱就看总结吧。表现的过分关注细节，格外的缺乏远见，无法推荐他进一步晋升。需要改进的方面，人际交往、用词简洁、任务分配创意。所以这个货没法晋升的原因。然后这个格雷厄姆上面说的是优点，下面说的是在用词简洁方面不足，然后一些作品被标记为具有煽动性，建议是进一步监督。朵拉·埃里克森工作能力一流，建议晋升。他让我删这个，就是意思就是对他们不利的评估报告，删了吧，反正我们已经记住了，如果需要对峙的话，我们用我们记忆跟他对峙呗。然后哎，行了，咱多清理这些垃圾，也没什么，节省点时间了，就走任务就行了，实在是没什么消耗，对经济的欲望没那么高。Hello, I hear boots out there. Wait, can I ask for boots? 没错，他们会穿靴子。
lounging here, and a mannequin showed up, then Raptodons. It was a void-blasted mess. I ran in here, and, now the door's locked. Little help? It's easier than it sounds, all right? Next time you get chased by Raptodons, you let me know the rationality of your decisions. Phew. Thanks, lady. My buddy had a key, but I ain't heard him in a while. He locked me in here and took off. Probably got munched. So look for a dead guy, I guess. Or a rat. Maybe it's in a rat belly. Gross. Oh, much obliged. Ah, phew. Thank you so much. It was getting all stuffy in there, and I was getting a mite lightheaded, and I think maybe I was gonna die. Now I'm out here, and I'm headed back to Amber Heights. Still landing yourself in trouble, eh, Hux? Oh, hi, Nyoka. You mind giving me an escort back home? Oh, you're traveling with someone. Never mind. Oh, sure, I'm a runner. I'm used to getting all dizzy and... Hey, who's your identical, slightly blurry friend? Yes, ma'am. 没什么进一步的剧情。 Fresh. 他这个倒是简单。 慌不择路，然后桥头那就是他朋友。行，那这个任务就 OK 了。杠52，这个任务完成。这间屋子 OK。对面有个不用开锁的屋子，扫地。 嗯，有水，难得有水。哎，还有工作台 ，KO 巧克力条。工作台也用不上了，我们基本上没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战斗。 修理实际上用不上了，百分之七十了，188个修一下吧，主要他伤害没掉，哎，修一下，用不了多伤害。小 K 4，牵制的服装，双手近战，修一下。 看看这个牵制的服装如何，修好了之后如何？24确实比我们自己强，而且是双手近战。叛逆派的防具，保护其阳无边，不能舔，是吧？害怕铅中毒，是吧？主要是这是个算是精致的。 这样咱的双手超过百分之八了。嗯？没有？什么意思啊？ 不是加成了吗？七点？没有？ 怪了，那这片区域我们就彻底的甭管它了，主要就是这个任务，然后去做那个队友任务。这就回去一交的事，博信的战友，算是玩
到现在本游戏中比较有人情味的一个任务了，不但有朋友，而且还不光是活着要救，死了还要祭奠祭奠，甚至还有报仇的这种奢望。居然没发现我的话，这个场景除了食人那一家好像也没个什么别的情节了，我们也不管了，地方太大了，不会一个一个都搜刮干净，只找有剧情的就好。大一个掠夺者营地，而且我们好像到现在没存盘呢吧？有点虚了，需要去个什么洞穴了啥的，存个盘。稍等一下吧，我怂了，回去一趟存个盘再出来吧。稍等，这尸体好、Most likely the bullet will ricochet, which could be bad or hilarious. There's a tiny chance of a hull puncture, which would suck us into space one chunk at a time. Bad and hilarious. Ugh, just imagining that makes me sick. That's why we don't miss. 队友的日常搞笑。Something on your mind? 但我们插不上话。在剑内练枪法。哎呦，烫得够呛。好吧，小睡一下，把咱身上的状态解了。OK。Grown in it over the years. It'll take you into the Devil's Peak Caverns if you follow it under the bridge. That's one option.Others the slope up. If you're up for some fun, let's chat. 算是遇到本地向导，你怎么还追？不得不说，这游戏的地图可是比辐射四十强多了，好歹有比较写实的地形，高山峻岭。走直线根本走不过来，700多米，实际上我绕了1000多米才跑过来。OK。好，现在这个地方是彻底的变成亚光素的势力范围了，也就是我们友军。我来瞅一眼，在这儿我们是存个盘的。主要是存个盘，而且发现没有，整个这个场景不算偷，自己打下来。如果愿意在这收刮的话，里头东西全是我们。行，我们跑了大老远，可是个大老远，差不多就刷出来了。从这个地方直线过不来，你从这边绕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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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儿。对了 ，This factory offers the loveliest aromas, like if you cook borscht over a sulfur pit. 为了算是祭奠他的几个朋友，同时呢为他报仇，容易吗 ？The caves back east are safest. We can head up this path if you want to shoot your way through a few nightmares on your way up.
那我们也没什么再怕的。打谁都是个过场。Incoming！海耶斯之墓。Wraps. Let's clear the sulfur sod and fucks out so Hayes can rest in peace. 不就是这帮货吗？看把这个武器拿下去。其实这样。顺序应该他占第一位，换过来，然后接下来放这个单次伤害最高的就是他，再换一个平 A 伤害最高的就是他，这样组合。这样我们相当于背刺完了，直接就可以换一个平 A 武器。吃吃喝喝，上去搞。其实比刚才都好打，没刚才多。这是从哪儿？背刺的事。有点开阔地，这个地方这帮货转头还挺频繁的。别动，大宝，咱玩一玩吧。Captain, behind you! I know, I know. 脱战了吧？像是这种大型的敌人，跑一圈回来。转身太快了，要不然其实也好的，找一块近点的石头。咱潜行都快满了，别再等了，给一点机会，不要转头惨。Here we go.他的甲挺高的，你知道吗？作为目前我们处理的大型敌人，就这么回事。好，祭奠祭奠战友。暗淡的勋章，铭文：葬身兽口，只为道义。够义气。Hayes was the best self-sacrificing son of a saint I ever met. Halcyon is worse off without him. Now,
If we're gonna lure the Manta Queen out, we'll need to find Rebecca and Anders. They took a UDL contract on Terra 2. We never heard from them again. Think it's time I call in a favor with Hiram. If anyone can track them down, it's him. I don't know much about it. It paid well, so they took it. They said they'd be back in a couple of weeks, and that maybe we could all use the money. That... I should have. But soon after they left, and to be honest, after him, I stopped trying. Because... Thanks. I'm still not convinced I won't come to now, come on. 这要去泪滴二，那可去不了了。 情报贩子在这儿。 What's up? Right. We can take the caverns up, but if you ain't into spelunking, there's a path a little ways north. I'd warn you. Big bad. 洞穴。他是说这儿有个洞穴。两条路。 当地的向导也算是。希拉姆在顶上山洞，他说有个山洞。 从这儿哪儿能看出来山洞？路倒是很直观。普通怪啊，普通怪不打。 有 boss， 我们处理一下。普通怪，我们管它干嘛？神剑重雷啦！ 长身白玉。哎呦，等等，什么情况？突然来个减速。 超负荷流血致盲，超负荷哪儿来的超负荷？捡垃圾捡的，跑不动可是要挂的。 Here we are. Told you we'd make it in one piece. Station ain't too far now. Oh no. How the hell did marauders navigate the caverns? 还有掠夺者，哎，前有狼，后有虎，可不行。你说我能引他们互相打起来吗？ 山顶，魔鬼峰，暂时安全。真的能不能把他们引在一块儿，玩个二虎相争？ 没什么特别的敌人啊。
几只螳螂。哦，他说山洞是这儿。刚才的意思说是上来的时候走这条路 ，maybe 外头那条路强在哪儿？也挺凶险的，而且乌漆麻黑的。哎，等等，这算是个存档？那存档就管事儿了。不用这个山洞当捷径，只是把它当成存档也可以。这儿一路跑过来没遇到什么厉害的东西啊，他说这条路很危险，危险的跑。我再来拉一次。听到声音让他们打起来，往这儿来。过来，怕个鸟，往这儿来。哎，他是谁？不是掠夺者？他们为什么不互相打？引错方向，我应该往那边引。你跑跑跑跑打成一团了，你们特意的搞这么一团。这两波势力互不相扰，这可就做的有点差了啊。你想，我很乐意干的一件事，别在这儿装孙子了，赶紧过来。就是不行，兴致勃勃的人。是最后一次，一起冲我，冲着我来了啊！哎，这是帮什么人？厉害了！Gonna leave a mark. 哪儿去了？身体也不回血。让他们回去吧。旁边的情况了解一下。
这帮是个什么人？很悠闲的一帮。How'd you get up here? Through the caves? Well, that's unfortunate. For you, I'm with the corporate compliance crew. We're mercs, and our current contract mandates that we annihilate any. All right, that there's an HR. C3. 哎，等等，这样有名字的人我们都砍死就没意思了。雇佣兵，从洞里出来的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这种有名字的特别设计的名字的人，都当掠夺者砍死就没意思。不管他们有什么剧情，我们顺着他们来。On the alert, lady. How'd you get up here? Good answer. I wasn't looking forward to gut-shotting you. See, the thing is, I'm with the corporate compliance crew. C3, if you will. We're mercs. Allow me to intervene. It... All right. First things first. A lean but efficient corporate structure. I'm impressed. What are your intentions regarding devils? Our guidelines allow us some leeway in identifying threats to our client. However, the terms of our contract specifically targets Marauders. As you don't appear to fit any... Don't we, as a standing policy, provide an alternative to termination via financial restitution? Addy, our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could confirm, but I'm betting if you're willing to compensate, I guess we might could. There's something I like about you. All right, Lance. Nah, I'll sign the clearance form. Just anything else you need? 哎，我需要什么？ Trying to say we didn't do our job? I'll have you know, our contract was to stop any marauders coming from the caves. Didn't say nothing about the ones taking the mountain path. We'll simply clear them out later. Once we've got the go-ahead from Berthold. 太帅了。我们的合约是阻止从山洞上来的，但是不是从山洞上来就不管了。That's right. Berthold Fox is our boss man, founder, president, and CEO. Birdie went down into the caves on. He's a hands-on type, although he should have been back, going on 6 hours now. I'd ask you to. 所以说山洞里还有点情节。让我当你们的荣誉队员。Done. Use this, or his body. 好吧，这算是一段剧情了。The guy calls himself the information. Don, I don't care if the guy's name is. No dispute. Watch where you're stepping, stranger. You lose a leg, I gotta file the incident report. 他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有修理点儿？身上的东西，话说改装的，看咱这个武器，还真能改。但是只是加速度的话，价值不大呀。提高攻击速度，这个武器咱就那一下，打完之后换。不，现在不是主力武器了。速而稳，强袭伤害，这已经有了。
它只是会把这个东西替换掉，所以也没法用。哎，等等，双手近战，这个斧的单次伤害已经是超过了，从哪儿捡的这是？而且还安装了，可以，这样的话我们双手武器可以换了。双手武器我们不求。哎，等等，那个武器是队友的武器，还真是，我给你卸下来吧。之前还真没注意，那我们用上。方面伤害一样的不修理，衣服伤害没变不修理，可以了。他们的装甲咱也甭换了，为了保持他们的特色，人物特色。极深嘛。好，现在两条线是清掉上面的掠夺者呢，还是进山洞？看样子有帮助我们去打掠夺者的情节，这样的话我们先清山洞吧。反正是有情节我们就走，